的人来啊？现在是要等其他党团是不是？好，可以吗？
好，好，现在觉得比较单纯，对，就是接受就可以接啊，不可以。因为我这样说，你们今天要是不在，我们也没人来协商了，所以也是，我们就赶快速战速决了哈。好，好，报告在场委员，还有我们这个卫福部我们的各位同仁哈。那我们今天中午进行这个病案协商、病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包括委员萧美琴等25人，委员卢秀燕等16人，分别女性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俊宪等21人拟具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9条及15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王玉明等18人拟具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18条条文修正草案。那现在有国民党李彦秀委员哦，还有这个民进党这个党团陈曼丽委员都到场哈。那是不是我们先你要先说，还是我们先请？好，那我们就先请李彦秀委员好，先针对协商提出意见。这是一个好的法案哦，我要先肯定支持林静怡委员哦，把这个法案再拿出来再次协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进口的化妆品或者国内制造的化妆品，其实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我今天还是要提出我的几个疑点，请卫福部可以去做更详细的一些回应跟说明。还有我还是有几个顾虑哦，在第3条里面哦。的第一款建议化妆品将牙膏、漱口水等管制的这些管制，我认为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我还是建议要参考美国包括日本跟欧盟相关的法规哦，因为有一些东西到底是保护身体还是保护牙齿还是保护脸，我觉得可能还是品相还是要让他更清楚知道，因为有些是擦脸，有些是擦身体哦，因为现在那个化妆保养品的东西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要还是要写得更清楚，才有机会跟国际接轨。这是有关于第3条第一款的部分，我的建议。那在第四条的部分哦，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一些化妆品的成分，包括保养品，事实上它的成分你要叫它完全写，但是有一些是厂商的秘方，我这样讲，秘方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厂商内部的秘方。那万一譬如说我是进口商，那但是他有一些秘方，有其中某一个秘方是他不方便写给我的，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处理？你们会不会开罚？因为有一些东西他并拿不到，有一些是他们业者的商业机密，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去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要提醒的，就是他不愿意提供登录产品的所有的资讯，因为有一些是他们的机密，比如说2个颜色之间，它这个颜色，这些口红的颜色是怎么调出来的？它有一些是比较机密，他不愿意提出来，那这个怎么去做处理？这个我要再次提醒，因为它的产业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哦。那另外一个在第4条的部分，日出条款，我们需不需要定得更明确？这个日出条款时间其实定的并不明确，所以到底这个时间怎么去拿捏，这是有关第4条我的建议。然后另外我还有3个附带决议哦，附带决议等一下你们就念一下就好了，我就不用再提了，差不多原则上这是我小小的建议哦，那看看食药署跟卫福部怎么去做回应哦。等一下还有个第15条的修正动议，抱歉。OK， 有一个法律的概念，有就是说你们后面下架跟调查的部分哦，你那个说明的部分并不是那么完整，因为你们说如果有违反什么就可以就会要求下架封存，那你的要件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外界有个疑虑，那我们马上就要求说，全部都要下架。其实你那个程度要分出来，因为有一些，你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喊下架，对于所有业者的那个商誉其实影响是非常大。当然你必须定出它的标准，比如说是违反哪些东西，所以我要求。
因为一次的东西下架，那个对于商誉影响都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不是反对，但是我们把那个层次把它定得更清楚，你哪些东西我是要求下架的，哪些东西它可能只是过期商品，它忘记或者是量贩店百货业他们自己没有去清清楚，那你这个就是全部 你那个处罚的层次可能要去区分的更清楚、嗯嗯、这个大概在第十五条我有提一些修正动议，那我想这三点看看如何在条文里面或者是食药署后续在法规 你后面你那个后续在宣导的时候看能不能有一个更清楚的说明，让大家让业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依循了解你们的想法、嗯嗯、我觉得我们在法的定有时候文字上没有办法表达那么清楚，但是方向上如果可以解释得更清楚的话，外界的疑虑就会比较少，那就有机会把你们的这个立法的原意意旨就了解得更清楚更透彻。嗯嗯嗯，谢谢主席。好，谢谢李彦秀委员。那我们三个修正动议正在拿过来嘛，好，那个曼丽委员有没有要补充？两个，好，所以是两个修正动议，三个附带决议。好，好，那个谢谢主席哦，还有就是卫福部的长官们哈、哦，我想就是说这一次其实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上次就有针对第四条，就是有关于那个产品登录和建立产品资讯档案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在这个里面呢，我看到我们现在还是目前的版本，食药署这个版本是还是有想到是说一定规模，那这个一定规模是什么样的解释哈、哦？然后呢，我想是说我们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假设社福团体或社区或者是一些的部落他们做的量是很小的，可是你们的一定规模如果是说不小心这些的机构他可能还有做到的那个量的话，那他这个部分的话他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的程序里面嘛哈，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在三读通过以后，卫福部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宣传，能够让大家在这个部分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定而让他们可能不知道，然后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法规，我想这样子就不太好。谢谢。好，谢谢。也是针对第四条，所以是不是我请部长还是署长要回应一下刚包含刚刚李彦秀委员的意见还有曼丽委员的意见好不好？好，我们是请署长。是，刚刚委员所提到在第三条，那相关的就是对于一些产品的定义，其实我们已经有修订了，我们是以明确的方式去做产品的定义，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在过去我们大概只有四项，就是润泽发肤、刺激嗅觉、掩饰体臭或修饰容貌，但是现在我们是从施以人体外部牙齿或口腔黏膜，用以润泽发肤、刺激嗅觉、改善体味、修饰容貌或清洁身体之制剂，那这样子其实大概就是已经都涵盖了我们所有的产品，所以对于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有明确的好去说明的。是，那再来有关是第四条的部分，第四条所提到的陈委员所提到说一定规模的，我们其实包括的就是那些做香皂的一些非常小型的一些场所，包括像庇护工厂啊、监狱啊、社福团体啊，这些我们其实都会明定，这个我们以后都会有相关的这些哈，就是说我们会讲是哪一哈，就是说怎么样的规格，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不到工厂登记的规格，所以其实都是小的，那我们把它写在上面，对他们来讲就已经以后不会被我们去规范到，包括是登录啊、PIF 啊这些，他们也都不用做。是，嘿，是。好，那刚刚彦秀委员还有一个应该是第十五条，对不对？是是是。那刚刚李委员有提到有关成分的部分哈，他觉得成分很多，有一些是机密。那我们基本上成分不会讲它的比例，因为化妆品能够用的也都是要允许的、被允许的成分呐哈，所以量就是从大到小，那小1%的没有标示也没关系，所以我们大概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以后对有关成分的标示，我们还是有相关的，会让业者他们有所遵循。
那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也是有相关的，就是说我们从一般化妆品，我们特殊用途化妆品，好，那我们婴儿用、年末用、眼用这些，其实都有规范的，什么时候会开始执行？是。那另外第十五条，十五条是委员是很担心说，如果是疑似，那疑似我们可能好像动不动就要去跟人家下架封存哦。但事实上，在这个有疑似的这个词出现的时候，都有相关的一些证据的啦。好，我们是非常谨慎非常慎重的来做，但是以第十五条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必要的暂时性管制措施，所以不能够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一些化妆品业者，他会有违反规定，或者是化妆品有危害卫生安全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们是知余，但事实上也都大概有一些证据是显示的。像过去有日本的厂牌，他们的杜鹃花醇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啊。那时候造成很多有白化症的这种问题，就是有白斑的那个问题，那个后来也真的都是启动了下架封存。但是化妆品要用到这样的机会是不多，不过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子的条文。是，好，了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厂商有他担心的部分啊，但是通常来讲，如果说卫福部这边你做，因为怀疑他有那些情况，那下架管制之后，如果也是会解决，因为你到证明没事情，你也是有行政的问题啦，对啦，所以基本上不会这样走啦，就是大概足够的证据才会去做这样的动作啦。好，那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李彦秀委员这边的附带决议跟修正动议，是不是我们念一次好不好？第三条修正动议，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化妆品指施于人体外部牙齿或口腔黏膜，用以润泽发肤、刺激嗅觉、改善体味、修饰容貌、增加魅力、保护身体、清洁身体或使之维持良好状情况之制剂，但依其他法令认属药物者不在此限。二、化妆品业者只以制造、输入或贩卖化妆品为营业者。三、产品资讯档案指有关化妆品品质、安全及功能之资料文件。四、化妆品成分指化妆品中含之单一化学物质或混合物。五、标签指化妆品容器上或包装上用以记载文字、图画或符号之标示物。六、仿单指化妆品附加之说明书。前项第一款化妆品之范围及种类，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十五条修正动议，化妆品业者已有违反本法规定或化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应即启动调查：一、与保存期限；二、来源不明；三、其他足以损害身体健康之情势。主管机关执行前项调查或本法其他之抽查、抽样检验，得命化妆品业者提供原厂检验规格、检验方法、检验报告书与检验所需之资讯样品，对照标准品及有关资料，化妆品业者应予配合，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附带决议第一案，本次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修正幅度甚巨，其中除将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纳入化妆品管理外，亦增订产品登录建立 PIF 符合 GMP 等规定，为目前国内逾1000家化妆品厂商中，仅57家通过自愿性化妆品制造规范，显见新法对于业界产生偌大影响。考量非药用牙膏漱口水过去仍系以一般商品管理，新法大幅提高监理强度，其势必需要有相当时间因应，甚需办理产品安定性测试。而其余化妆品业者未符合 GMP 或 ISO 22716标准，亦应强化人员技术和管理等诸多项目，自需有足够时间过渡。原要求本法通过后，主管机关应分阶段以辅导代替强制，给予化妆品业者至少5年之过渡期间，使得施行建立 PIF 符合 GMP 之规定。
第二案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修正通过后，依第二十条规定，化妆品之宣传或广告违反本法规定情节重大者，应刊播更正广告为情节重大属不确定法律概念，据前开条文规定，其法律效果亦极为强烈，倘裁罚处分日后未获行政法院支持，更恐生国家赔偿之问题，故未使行政机关审慎认定个案情节是否属情节重大，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本法通过后三个月内与化妆品相关工同业工会共同研议情节重大之具体意涵。第三案，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修正通过后，依第四条规定，化妆品制造或输入业者应于化妆品供应、贩卖、赠送公开陈列或提供消费者试用前，建立产品资讯档案，其中安全资料并应由安全资料签署人员签署。化妆品之安全性评估实具有相当之专业性，只应经过化妆品安全评估训练课程后，使取得安全资料签署人员之资格，为产品资讯档案仍属新兴制度，安全资料签署人员之资格除应参酌国际间相关管理规定外，并应考量我国国情与化妆品产业界之需求等，综合评估后进行规划。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订定安全资料签署人员资格时，除具药学、毒理学、医学、化妆品学等相关领域学位者外，同时审慎评估具化学、化工、生物技术等相关领域学位资格者之专业性者。宣读完毕。这个看要不要文字把它那个国民党党团这边，你看要不要最后把它改成等学位资格之专业性者，可以少一个者啦，不然两个者还蛮怪的。有人在吗？好，好，李彦秀委员这边的两个修正动议跟附带决议，食药署这边你们回应一下吧。那个修正条文的部分哦，建请维持原条文。好，是。那附带决议这边我们可以对。好，附带决议三个附带决议都可以处理嘛？好 ，OK。好。对啊，我觉得第三个附带决议把那个最后一个对那个者，对好，那可以了哈。请问国民党党团这边，好，那其他大家要有什么意见不？那不问的，这个案子就终于要给他出去喽。好的，非常谢谢大家，我们的这个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我们就照协商版本通过，谢谢大家，谢谢。